这个谜呢，都是离不开我们的那四人家线不和要睫问毛啊，题可以了，相信一下，相信丹丹，相信姐姐啊，人对不家是对？没定咱我们家的的，谜呢，都是今年的我定新不米掉啊，高光人不倒家赖啊，我非定常好吃，非常香的，啊，欢迎人家各位呀，姐妹们我走进直播间啊！讲解嘛，有俺需家不要的是家人我话，们俺可爹爹以不讲这个右下角的一号链接啊，去下一单哎呀，讲呐，解各位姐妹嘛，啊，没有那么去下一单的家人们。喂，来了来了，欢迎欢迎啊！欢迎各个姐妹们走进直播间哦，大家好啊，今天是真的好啊，真的。不等那么久了，我们等那么久。哎呀，口都渴了，口渴了。怎么没得？欢迎欢迎啊！好听多嘞，好听多嘞。我手机买两只。买两把个，要听。冰嘞，冰盖啊，来两只。哎呀，我听我来嘞！欢迎啊，欢迎哥哥。你啊，然后呢？一天的时间哦，如果错过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哦，对不对？咱们家的这个生态米哦，什么啊？用的是高坡梯田种出来的，用的是农家肥猪粪脚粪脑的节目啊。口感呢，怎么？口感呢是非常，口感呢是非常那个背心呢？对呀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哥姐们，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啊！哦，继续讲啊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们吃饭了没有？哥姐们，你们吃饭了没有？咱们这个米呀，是今天刚刚打出来的，新鲜出炉的啊。然后哥姐们有喜欢的，来了啊，发一单了，下一单了，把那个菜搞好了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！新鲜出炉的，今天刚刚打出来的，我跟姐姐两个人啊，然后呢，千万不要错过，走过路过真的不要错过，今天领可以领个优惠券了，哥姐们，赶紧从这个右下角的链接去下一单哦，家人们啊，然后呢，咱们家这个米呢是非常非常口感，去了解一下对不对？咱们家有五斤装跟十斤嘛。走不够，我们两个要加班了，家人们。啊，家人们还加班呢，姐姐。那肯定要加班的。嗯。天哪，我不数。直播间啊，哥姐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了。一号链接啊，一号链接是什么？一号链接就是咱们家自己的生态米啊，原生态的啊。然后呢，今年的新米啊，哥姐们，我们自己家新米打出来的啊。然后呢，种出来的新米，打出来的、脱出来的壳啊，这个米就在这里，哥姐们看到没有？每颗都是很我们啊，我们自己家的米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哥姐们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包装是这种，这种包装袋装的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啊，不要那个啊，哥姐们啊，赶紧去右下角的一号链接啊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徘徊呀、啊，犹豫徘徊等于白来呀、啊，哥姐们啊。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！今天有一个大放福利优惠券了、啊，如果错过了这个村，错过了这个店，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来了来了，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！点点关注，点点赞了、啊。丹丹在卖什么？丹丹在卖原生态的米啊，自己家的米啊，都是那个猪粪、牛粪种出来的啊，哥姐们，小伯伯，哎，怎么样？来了来了，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来了啊！咱们一号链接呢，就是咱们今年的新米啊，哥姐们啊，新米啊，原生态的啊，贵州梯田种出来的这个米啊，香米啊，然后呢米饭呢、啊，然后呢用的是农家肥啊，猪粪、牛粪啊，十斤装就是原价就是45.8呀、啊，领的一张优惠券呢就是40.8啊，哥姐们可以去拍一单了、啊。去支持一下我们两姐妹啊，哥姐们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了，没有人也没办法，哥姐们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做的是那个呀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自己今天拿来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家人们？所以说没人也要说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家人们，你们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姐妹俩嘛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支持一单的买回去尝一尝啊？哎，叫他来哟，排位哟，哦，何必要这么围？
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！咱们一号链接就是咱们今天刚刚煮出来的新米，然后今年的新米啊，可以给家人们尝一下啊。然后呢，买回去呀、啊，拍一单啊，拍一单尝一尝啊。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呀、啊！非常可以去点开右下角链接去下一单了、啊。今天还有这个福利啊，福利送完了，然后就明天就没有这个价了，哥姐们啊，咱们家这个原生态。不打了、啊，生态米啊！OK，OK，还理呀、啊？这样子，拿不手贵？但脚在哪里啊？琪琪，琪琪，哦哦，一起过来喽！哎，哦，我的，家人们，我们去吃饭去了。哭！欢迎哥哥姐们，先吃饭了，家人们真的饿饭了。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！走了，吃饭去了。好了，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家人们走走走走。走了，吃饭去了，吃饭去了。吃饭了。嗯，吃完饭等下再来加工加班呢，哥哥姐们啊。哇，这个腰酸背痛都痛完去了，家人们先吃饭去了，走了。来了来了，哥姐们，老妈也把桌子摆好了，姐姐也把菜搞好了啊。这个是慢一点吗？可以很厉害。放楼喂，啊，放楼喂。家人们啊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咱们家这个米呀、啊，非常好吃，非常下饭的啊。非常下菜的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欢迎英文姐姐啊，欢迎你们啊，两个菜，嗯，就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多也不行了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姐，你坐这里来，一起坐，嗯，哦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，吃饭喽，家人们吃饭喽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，非常好吃，非常下饭的啊！看到没有，这是今天刚刚煮出来这个米啊！看到没有，哥姐们，今天刚刚煮出来的米哦，今天我们刚刚打出来的啊，然后给你们尝一下。欢迎啊，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！那个呀。哇，姐姐煮这个牛肉牛瘪呀、啊，嗯，好好吃啊！我买点好工，可以去那个。欢迎哥姐们吃饭了啊！嗯，吃下咱们家的嫩姜啊，又很非常下饭的。然后这个米呢是今天刚刚打出来的米啊，哥姐们，来了来了，准备吃饭了，家们，快抱小太阳。你快点抱下去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饭真的太香了。这个。吃饭了，家人们。对哦。哦，过了，一起哦，过了。有有有。买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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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买过呀。我要买菜了吗？没有吧。欢迎哥姐们吃饭了，家人们。嗯。终于有饭吃了，快点。姐们，姐们。欢迎哥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！吃饭了，家们，你看没有？现在是新米啊，太香了。嗯，还有嚼劲。嗯。
嗯，大了。嗯，没放开。嗯。那个牛别的放的。没有，没有空。还有。干什么老干？干什么？欢迎新进来的哥姐们。